以下的队员就如此。进跳进梁，进退之王，瓦尔法林，噩梦。袋鼠。补血。石铁兽。还有艾亚菲拉。以素杏仁为首，先把它放下。进退之王，挑金娘，使用补充，重要是补血，进退之王才活得下。可退场，哎呀，可以了。袋鼠，可撤场。灵光，可退。新熊。石铁兽向上，准备把它推进蓝底，完毕，撤退，使用，噩梦单独在进阶二，还有第25层，有办法独自的把它打倒。所以不用太担心。OK， 延迟进场。石铁兽，将把它推进摇篮。不错。想挑金娘来挡。精英二的金挑娘在第二十五等级有办法阻挡一级，因为第一级增有1500。杀伤力，第二级以上就不秒，所以得退。注意了，艾菲拉开始第一次攻击之后就立马使用。拦住延迟，注意一下上面。使用石铁兽把它推向上，继续拦住延迟。在这时候，瓦法林以及星熊使用。挺干净的。荆棘之王向上，帮灵光来打倒来临敌人。
袋鼠是可以帮忙盖过那个塔，但说实话，你真的不需要，你真的不需要。向上推，他就没有办法达到目标。跳金羊，继续。你担心的话，是可以用塑形圆来拦住它。继续用星熊以及瓦法林击倒。嗯，可惜。完毕，就这么办。